一张，还有一张图。这个图是您的自画像，您可以认真的回答我，这真的是您自己画的吗？这是您画的自己吗？这分明是梁朝伟的眼睛，吴彦祖的鼻子，金城武的嘴巴，然后彭于晏的身材，这本来是圆脸呢，画成了锥子脸，连头发都变得茂密了。穿的都是刘德华的衣。您这最后拼凑完了以后，说这是您的自画像。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承认了。这是因为之前画过刘德华留的阴影吗？对，我觉得那个大家都有一个青年时代吧，谁还不能年轻一回呢？我觉得这个画的名字缺了一个字，不叫宁浩自画像，叫宁浩自画想象。您是出于什么心态要这样做呢？你不相信年轻时候也可以长成这样了？我不相信。